什么事儿？文然，你不觉得你朋友圈步数每天都只有200步，运动量太少了吗？不觉得。那你想不想得朋友圈步数第一呀？不想。你不想是因为你总垫底儿啊。如果我有办法能让你得第一的话，你感不感兴趣？方法我知道，不就是把你全删了吗？你今天怎么这样啊？这么无聊，什么梗都不接，我还怎么继续？有事直说。我想请你帮我撑个场面。不去。啊，这儿有。这是什么？树枝吗？这是做西点迷津用的甘草根，你烧烤用不到。这不是香料摊吗？怎么还有卖菜的？这是紫苏叶子，种的还挺多。你不是来买配料的吗？再不直奔主题，我免费坐镇时间可就结束了啊！啊，对对对，哎，这，哎，小妹儿，要点啥子？哎，老板，这个是磨辣椒面用的吗？你是自己用吗？还是？我开店的。哦，开店啊？啊，开店，我跟你说哈，这个辣椒又便宜，磨的辣椒面又香，我给你省点钱。啊，是吗？啊，那太好了，你给我来5斤。五斤哈。啊，好嘞，我拿袋子给你装哈。我说你是钱多的没地方花是不是？我怎么了？你不是让我来帮你兜底的吗？你把自己老底亮给别人，你让我怎么兜？你就站在我旁边装装样子就可以了。他不是跟我要半瓶的水罐的，能弄多少？你知道你这种人叫什么吗？叫棒槌。老板。啊。你这个辣椒呛味这么重，都放破皮了，是放久了没人要吧？那个可能啊，你要是觉得这个味道重，我给你换过嘛。你看着这些辣椒，你要哪个？这个子弹头给我来3斤，这个2斤条少来一点，来个2斤吧。啊，但是像这种太软的，包括破皮的，我都不要啊，我店不坑人。好。嗯。怕什么？我看着。办活动也得装，你要装着很专业的样子，才不会被人当棒槌。哎，撇掉那些给我装回去，然后这些我不要。这个真的香啊！不要，我说了我不要这种。哦，好吧。为什么呀？以后买东西留个心眼，那些过秤被老板撇掉的，往往是量足质量好的。来，我帮你。哎，谢谢啊。我扫你。哎。好了，给你转过去了。哎、好嘞，下次再来哈。好，谢谢老板。多亏了我敏锐的直觉，一找就找对人了。你果然有两把刷子嘛。你都在哪儿学的呀？你教教我呗，我也磨练磨练，下回我就用不着你了。无他，唯手熟耳。什么玩意儿？唯吾耳？多被坑几次，自然就是。哈，爽。你要不要试试？真的特别爽，提神醒脑，茅塞顿开。果然是提神醒脑，熬夜必备。我不信，那你吃一个这个试试，不信你还受得了。这还不如刚才那一个，这种小儿科剂量。真的假的？哦，我都说了吧，被多坑几次自然就熟练了。文然，你等着！你们店怎么连个差旅费都没有？顾问费不给就算了，连个车都不给打。
特别时期特别对待呢。等本小姐发达了，必定十倍奉还。嗯。哎呀，我有生之年呢，不一定能活着看到这一天了。哎，你看这风景多好呀，不是走走也挺好的吗？不对，不对，我们这徒步回店里已经是第二次了。你这是报复我上一次让你扛车回店里，故意让我也走一趟是吧？